这今天我二姨过生日哈，这起老表又一起了。猴哥也回来了，他们现在商量说去挖竹笋。这挖竹笋去，这么多人就一个锄头。他们就看着，你看他们漂亮。这气势是挺强大的哈，能不能挖到就不知道了。去年就挖到了几个小的，看看这些白鞋。猴哥这白鞋这有点浪累死，本来是来做客的，哪知道老公要我去搞什么竹子。你别来吧，你要来来了走不动了吧？这走半天，别到时候挖一个都挖不到。一个都挖不到啊，可能性非常大。你看看啊，都没有竹子。前面有一点竹子。开挖。谁年轻谁先挖，我先。你儿子最年轻。来，这还别人挖过来，你看挖这么大的坑。啊，这是挖过的是吧？认识的人不，我就继续在这继续玩。你们还没听他跟你呢。今天是几老表聚的最齐的了，平时都是，不是这个有事就那个有事，很难五个聚到一起。哎呦，行，这个人。哟，我你们快放啊！挖了半天，连个竹笋的皮都没看到。你看这竹子这个节节这么深，证明它好深，这个笋知道吧？结果我们的人呢是挖不到的。不能丢哈，这第一个不能丢哈。也是最后一个，然后拿回家打汤啊。回去我给你放两斤辣椒就够了。这还是小峰给的哈，虽然小，但是是第一个哈。开头还是好的，那边也挖到了一个，多大？耶耶，也不大哦。你看，目前为止挖到这三个，但都这么小，没大的。咋这是不挖了？不挖了。去高手那边学习一下。高手那边学习，你看我们还记得来，你们都看不上吗？就挖了这三个，那我宝宝拿着了。等一下回去你可以自己做吃哈，够你吃一顿不？够了，那你把它保护好，要拿回家哈。这跟着他们来了一趟，几个人就能挖到这三个竹笋。今年好像都没有竹笋，啥情况呢？今年没有竹笋吃了。这三个回去就给你尝尝鲜哈。没有尝着。给你放点肉肉，是不是？就够你吃了哈，好不好？有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呦呦！你看你这个小调皮，现在打道回府了。不挖了，挖不到。本来竹笋就没有，要老手才能哈。挖机过来吧。挖机。这个专业的是交给挖机。竹节你看，竹子的节这么长，人家这么长的竹节，它这么长的竹节，它多深啊？怎么这么深？妈妈过来。不在我们范围，能力范围之内。走，回家，走。都不够一碗，都没人要，都放在这里。放着，看他们哪个小孩子要。突然之间下这么大。